前几天看到女朋友和别的男生在咖啡店，打电话过去却说在睡觉，在家里翻来覆去好久，决定还是去找她做个最后的了断。给喝水。大亮怎么才回来呀？怎么是你啊？不是，大亮是谁呀？啊，我不该来呗？啥意思？我在这吵吵啥呢？这是正常的谁呀？我是他一个表哥。那没啥事，我走了。哎，别走啊。不是老妹儿，他是你表哥，那我是谁呀？他是我男朋友。原来一切都是我想的太多了，情侣之间最重要的还是信任，更何况他是我的女朋友啊。